你们觉得秋冬穿搭必备的配饰是什么呢？我个人是觉得啊，除了常规的一些首饰、耳饰之外，最能为穿搭加分的其实就是手表了。我之前也分享过很多类型的手表嘛，但我发现了，出门最吸睛的还是这个小怪兽手表，因为它出门就没有撞过款，你知道吗？我水瓶座那么不走寻常路，心里得到了极大满足，所以我今天就准备来跟你们分享几款他们家的新款哦。之前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过他们家和 King 的这个联名款，但是好多小伙伴都看上手表搭配这个小熊了。这个小熊确实是很可爱，放在家里做摆件或做表架都非常的潮。这次新款呢，就是他们家动物派对系列的，有个小灰猫、小柯基和小法斗，看起来都超级萌。本身就有很多大牌是非常喜欢用到动物元素嘛，它会让你的穿搭显得特别有活力。你们看它立体精雕的表盘，可以看到每一个金刻的部件都是叠加而成的吧？所有小动物的眼睛都设计成了分针时针，特别现在是秋冬季嘛，大部分衣服的色调都比较沉闷一点，所以正好需要颜色跳跃一点单品来调节一下哦。你们看这陨石猫的，它是这种简约又高级的烟灰色，整体看起来有一种很独特的潮流氛围感。分针时针的小圆点呢，就像是猫猫的眼睛一样。柯基款是星星眼，法斗款是这样的小白线，而且这个白色小眼珠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转动哦，真的就像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猫趴在你手上一样的。因为他们家手表是不分性别的嘛，男女生都可以戴，所以这次我跟郭先生又凑成了一个情侣款。毕竟郭先生的穿搭重任都在我身上，而且我们自己本身养狗嘛，所以每次看到狗狗图案的东西都是挪不开眼的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他这款没有拉布拉多款，品牌要不要考虑出一下呢？我们拉布拉多虽然是有一点点胖，但它真的是很可爱哦。而且这两款还出了两款摆件，它的颜色跟表带是一样的配色，不管你是摆在桌上还是当手表表架都非常好玩哦。但是在这两款当中，我个人更喜欢这款小法斗的，因为法斗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的狗狗，它就有一种蠢萌蠢萌的感觉。你们看它这个立体浮雕表盘，是不是让这只小法斗显得活灵活现的，超级的可爱？在盖伦不在日子呢，就让这个小法斗来陪我吧。你们也别看这个手表长得很可爱，可是它专业性一点都不差哦。它为了实现这个双眼计时啊，机芯还特地采用了进口的双石英机芯啊。然后它的镜面呢是加厚的蓝宝石，特别的耐磨抗造，而且还有30米生活防水的性能哦。现在这几款它还做了升级，以前它这个老款都是配的尼龙加素皮的表带，但新的都是这种硅胶加素皮的表带，而且它这个颜色会比较跳跃一点，一年四季这个材质都很适合佩戴，而且很百搭哦。刚好我今年买了很多卫衣嘛，用素皮和硅胶表带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哦。穿大衣或西装的时候呢，戴这个素皮表带就会显得更日常一点了。然后这个硅胶表带呢，就更适合在休闲运动时候佩戴了，而且它这个颜色跟我今天衣服真的是完美匹配啊。每一块手表呢都有自己的编号，意味着独一无二，所以送人也很合适哦。如果你也喜欢既日常又不用赚款，而且还不失潮流元素的时尚单品，又或者是想送有重要的人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，那这个手表真的是一个不错选择了，行吗？